走！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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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这条就是去少林的必经之路。去南少林还有多少条路可以走？还有几条小路，不过路途艰险，人生地书的谭志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。不管路途多远，都要派重兵把守。是，这，走，快走，跟我走。这，这，这，这。哎，水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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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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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现在有壶酒，再有桌酒席，我们大吃一顿，然后再找一个，想得美啊！现在有个窝头吃，就赛过神仙了。快走！啊，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哎，我帽子！快快那边！快点！我搭你段啊！哎，哎呀，佛祖保佑，总算碰到一家店了。哎，还是小心为妙啊！你怎么把谁都当成坏人呢？我劝他弄点吃的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哎哎，老板老板，哎哎，吃饭住店呢？哎，先来壶茶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哎，还有还有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好菜？赶紧上，赶紧上，我这饿坏了。好酒好菜有的是，我马上就给您上来啊！哎，老板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你这马卖不卖啊？啊，马卖呀！哎，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俩是到南少林挂单的和尚，这儿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到我这儿来买马。你看我这马歇了十多天了，膘肥体壮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你这马卖多少钱呢？这马卖20两银子，给您了。什么？就你这破马，值得了那么多钱吗？看您说的，您买我的马放心，准保没错。哎，这马呀，一天跑个几百里那是没问题。哎呀呀！哎，你干嘛无缘无故打人呢？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我来呀！起来！你是怎么被识破的？我不知道啊！我哎呀！你这个笨蛋！给我追！上！快快快！喂喂喂！别跑了！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佟大宝的人呢？哎呀，害得我一点东西都没吃，连口水都没喝，你真是……哎呦，休息几天的马，哪来的马汉呢？穷山僻壤一个茶摊老板，穿官靴，啊？哎，聪明！哎，你真聪明。我们现在身处险境，出事要小心点啊！快走！哎，有你一个人小心就够了，我瞎操什么心呢？快走啊！啊！哎哎哎！这附近一定还有追兵，我们是插翅也难逃了。别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走。哦。叫叫叫叫！哎呀！叫叫叫！哎，你老说出家人不准偷盗，可是你却敢抢马。别人的马哪有马汉呢？啊！哈叫。三脚，走了。哎，哎，放着那么宽大道你不走，放着两匹高头大马你不骑，别走这种烂地方，你想害死我呀你？刚才的官兵你不怕呀？你要骑大马，你要走宽道，好，你走啊！你以为我不敢呐？你请啊！你以为我是胆小鬼啊？你请啊！有本事你别走那么快啊！有本事你等等我呀！哎。可以走慢一点吧？不会。生气了吧？不会。我刚才只不过说了两句气话，逗逗你。真生气了？不会，不会啊。笑会不会啊？你真难看。他们在那儿呢！快走！站住！别说吹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
不是坏人，跟我来，快快走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下去找人给我送。送好。站住！老大们，老大们，快走！这边没有。没有啊！没有啊！没有。往那边看看。往那边看看。两位小师傅，这条山路恐怕已经被锦衣卫包围了，咱们过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不如这样，这儿离我们村寨不远，先到我家去躲躲吧。哎，那好啊。会连累你们。哎，人在难中，神明患难之时呢，是不是？这，没事，那就谢谢了啊。谢谢了。哎呀，不要谢了，我们能相遇，这也是缘分呢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哎，是缘分。谢谢。那就走吧。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来来来，饭来了，饭来了，来，快快。哎，小心啊，凳子来了。快歇歇吧。好嘞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好，这酒是素酒，出家人可以喝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荤素不忌。又来了，你没有受戒啊？我怕受了戒就没有酒喝，没有肉吃了。还没有请教两位小师傅的法号呢。对呀，我叫谭志，他叫三角。哎，啊，三角。啊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法号。坐下，坐下。哎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因为师父对我的才能特别的欣赏，为了加深人们对我的印象呢，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。这好意思。你们怎么得罪了官家？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们？老人家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原来是北少林的僧人，因为得罪了奸臣佟大宝，寺院遭到了灭顶之灾，所以是来投奔南少林的。孩子，难道你们的家和亲人都没有了吗？我们的家和亲人全没了。是佟大宝毁了我们的家，害死了我们的亲人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刚才追杀你们的人就是佟大宝派来的吧？我们余家人虽然不懂国事，但是中间还是分得清的。你们兄弟俩就先在这多住几天，避避风头。过些日子啊，我让阿罗送你们上南少林寺。老人家，曾家寨离南少林还有多远呢？远倒不远，只是路很难走的。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能不能早点送我们去啊？哎呀，这孩子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明天就是马祖的诞辰日，吃点。曾家寨热闹得很呐。你们兄弟来了，就多住几天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对呀，就是。快吃吃吃！既然老人家那么有诚意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，干一杯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孩子，你也别太性急。南少林寺要是不收你啊，我去跟他们说去。老人家和南少林很熟？熟，熟得很。曾家寨几次被倭寇祸害，都是南少林替我们解的围。戚继光和南少林的武僧是我们余家人的救命之神呐。那方丈圆照法师你也认识了？认识，认识。那就好了，到家了。孩子，你们就把阿母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吧。阿母，谢谢阿母。你可要说话算数啊，我还真不想当和尚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也是北方人，几百年前从河南迁来的。算是这里的客家人吧。哎，那我们还算是老乡了。是老乡。哎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。哦，阿罗是独生子，以后你们就跟他结拜成兄弟吧，这样他好长啊。阿母，我多少年没有兄弟姐妹，不是也长这么大了吗？你这孩子真不懂事。阿罗也有哥哥和姐姐，13年前都被倭寇给杀害了。哦，阿母，我跟阿罗一样有仇有恨，我们不是兄弟，谁还是兄弟呢？好，阿罗，以后你们跟阿罗一样是我们钟家的人了。阿母，请受我们三拜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老身我可接受不了这个大礼呀。你们要拜就拜妈祖娘娘吧。哦，阿母她老人家是南少林的居士。阿母原来也是佛门俗家弟子。
我行，我挺得住。哎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行。来，你歇歇吧。法能，法能，大家一起练功，你敢偷懒？大师兄，法正，你包庇法能，按死规一起处罚。法灵，给他们加重。回到起点，从头再来。兄弟，撑着点，我撑，别他妈看笑话。我知道了。出血了，哎呀，法能，扛起来，从头来过。你没练的太狠心了吧？住口！这是南少林的规矩，熬不住就滚出南少林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忍着点。来来，哎哎，来，兄弟，撑着，没事，走。走，撑住我兄弟。走。法能，给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法能啊，你明天说什么也不能再去挑水了。哎，法能他是个废人，有理由不用去的。去不去由法能自己决定。我恨死这个大师兄了。哎，我明天去方丈那告他，告他公报私仇。哎，我也去。你们去，我也去啊。啊。哎，法正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啊？说话呀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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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刚从茶园干活回来，特地来看你们的。啊，方丈也要到茶园去干活啊？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啊？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嘛。啊，我只知道我们小和尚要这样，没想到老和，师傅也这样。南禅弟子都一样，为师当然也不能例外。你们不是要告法言的状吗？嗯，好，说吧。那个，师傅，法言他叫我们提着两桶满满的水过浮桥攀天锁，这太没有佛心了吧？三角，难道你在北少林不是这么练功夫的吗？我们那，好啊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